最热门的新闻，最深入的探讨，焦点探索。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23号到28号将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随着新政府5月20号上任，新任卫福部长林奏炎将率代表团与会，那么台湾这次仍旧持续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那么在实际参与上有哪些机会跟发挥的空间？由于认为台湾不应在中国大陆打压之下来参与，因此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近20年来不断在国际穿梭游说，寻求支持，期待台湾能够重返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不过过程有多艰辛，为什么基金会会如此坚定立场，那么对新政府又有哪些期待，那么今年前往 WHA 渴望采取哪些做法，那么相关的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的执行长兼台联立委林世嘉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林执行长，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多年来基金会都以民间身份前往 WHA 开会地点表达您的诉求哦，当然也见证台湾受制于中国大陆而只能够有限度来参与。就以执行长您过去，我知道您曾经随政府代表团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嘛，能观察大陆在大会中多半是采取哪些做法，让台湾的参与有所线索？在过去李登辉总统跟陈水扁总统的时候呢，我们的推案啊，这个中国都是联合他的盟邦，譬如说巴基斯坦，然后在发言的上呢就讲说依据2758号决议，依据一中原则，那台湾是于法不容，于理不合，于情不符，不能参加 WHO。可是这是混淆视听，因为2758号决议谈的是中国代表权，只是把蒋介石的代表逐出联合国的席次。那一中原则的话，后来在不同的时间点，包括2004年 WHO 的发言人，包括2007年潘基文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呢，都引起非议，他们都重申在联合国里头是没有一中原则的。那中国就是在种种的场合就是矮化台湾，比如说其实马政府所拿到的观察员呢只有5天、只有5天就是开会那几天，其他的时候都叫做中国台湾省，台湾 common China。 而且这个是经过2010年的10月、WHO 的内部秘书处的密件，这是要密码才打得开的信哈、这么清楚的条例。那所以中国因为它叫做强国，可是它非常的不理性嘛，所以它在比如说 WHO 里头就声张，像在 IHR 就国际卫生条例里头呢，只要是我们的港铺、我们的机场都是在中国之下，然后或者是说当它有疫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并被划入疫情疫区里头，都是每次要一直去提醒去抗议。而事实上就国际卫生条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所以在 WHO 的网页上面我们 always 是在中国之下。那另外就是2005年签的 MOU 谅解备忘录呢，是秘书处跟北京政府片面签的，决定了说所有台湾要参与的会议呢一定要有中国人在场，一定要北京允许。那这使得我们在参加许多的专家会议的时候横生枝节，非常的不便。他特别是比较不能理解跟令人生气的是，他特别喜欢挡那个跟流感有关的。那在2005年之后呢，Foreign Affairs 就是外交杂志，外交事务杂志，美国很重要的权威杂志，他们开始把流感定位为可能是重要的国安跟外交问题。那所以很多就等于说在整个全球化里头它被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变相。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流感的相关，譬如说病毒型，得到病毒株，得到如何防疫的话，事实上对台湾的伤害是非常直接的。那部分的直接包括到大家记得比如说1914年西班牙流感是1000万人，是那所以说大家最担心就是那个病毒变种的时候对大家生命安全的这个威胁。再讲一个跟大家很受不了，就是像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有921地震，那时候我们求援的时候 WHO 说因为中国跟他们声称他们会 care 台湾，他们会照顾台湾，所以 WHO 就完全不理会台湾。那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呢，大家知道疫情输出国是中国嘛，可是整个 WHO 完全不理台湾，就是也是中国之前是隐匿疫情，而且他就也是宣称说他照顾了台湾，所以 WHO 根本不用理台湾。那如果不是台湾的医疗公共卫生非常好，而且我们其实是有
道德，我的有道德就是说我们把整个疫情圈在这个岛内，是好，没有让它外溢，所以那时候大家进出关都要做红外线的照射嘛，如果你有发烧就开始被发楼，就根本出不去，是，所以台湾是兢兢业业的做一个地球村的一份子，可是中国却想一直想用政治来解决那个所有的问题。 是谢谢执行长告诉我们你所观察到的中国大陆呢，在 WHO 的这一场合呢，还是极力的在打压台湾，即便2009年台湾当时是以观察员身份来与会，所看到的情况也是如此，那台湾的因应作为是不是也是很难去突破？应该这样说，就是说09年之后刚好马总统讲说什么在他任内这个 WHO 有几种特性啊，是多么令人振奋啊，很难达到啊。其实今年对小英政府的为难是这样，就是说好，这个邀请函里面呢，这个2758号决议跟一中啊，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tricky， 就是说他在国际法上面，依我来看，我觉得是违反国际法，而且出现在 UN 的文书上面。好，因为2758号谈的是中国代表权，请问台湾有任何人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吗？没有嘛。那个汉贼不两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过去这样主张的政治人物已经死掉了。好，他却错误的以为台湾想要争中国代表权，这一个。第二个事情是一中，其实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区隔得很清楚啊，你要去中国你会说你去中国，你不会说你是去台湾嘛。所以一中一台其实是非常清楚的。那他声称这个东西其实你说有点无聊了哈，他错误的认知说台湾人对中国的期待或想法。那小英政府的困难在于说，那你去是不去？是常常举两个事情在讲说还是要去。是好，尽管是只有那五天。第一个事情是我举现在是长病毒的旺季，譬如说长病毒71型，它是重症的长病毒。那其实我们在1997、98的时候，1997吧，就是台湾有长病毒很大的流行。那我们大概因为这样折损了两个防疫处处长，然后呢，死掉了78个小孩，有1000多个小孩的肺部因为严重的纤维化，必须终身带呼吸器。好，那这个东西后来是美国的疾病管制局来协助台湾的时候呢，找到了。这个叫做长病毒71型，然后应该如何防治？而在那之前呢，因为其实 WHO 它有对它所有的会员国发警告，大家都验得出来，就台湾，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资讯，也没经历过这个长病毒，然后就死了78个小孩，大部分台湾的公共卫生医疗真的全世界前3、前5，这个大家可以很有自信，好，可是担心这个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样，就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譬如说。因为我经常出国游说，比如说5月嘛，那我可能1、2月的时候人在加拿大，可能在美国，可能在日本，可能我们就见了日本、韩国的部长、他们的大臣或副大臣，然后加拿大的卫生部长、美国的卫生部长等等。OK， 当你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上的时候，通常第一天呢，这些部长代表团来，他们也会在那边很自由的走动的时候，所谓的 lobby 游说，整个大厅里头呢，他就是这些人。那一我就过去递名片啊，我那个2月刚去看你啊，1月刚去看你，谢谢你对台湾的支持啊。其实他这么的自然，那就说因为台湾，因为其实我们很被锁在台湾里头，然后其实你就算你要去到国家去的时候，你要去见这些人的部长都不见得见得到，就在那个场合才会，那他就变得很自然。所以说掌握在那个场合里头多一些交流，好，先简单的协定，其他都变得非常自然。那在台湾而言，就是说我们因为受限于中国因素，所以我们的邦交国数字少，可是去交朋友绝对是必要的，让更多的人了解台湾是热爱民主、热爱自由，然后公共卫生非常好，然后食物很好、风景优美的地方都需要让人家知道，因此我们容易在很多时候才能够取得一些支持。是而以我的经验会觉得说，其实你要去那里跟大家和，你才会有机会。对，就是基金会呢，过去这多年来总是呢不辞辛劳的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做一些游说哦。那么我想请教执行长，就是说跟这些国家的互动，先前你们也会利用一些不同的场合跟时间来跟他们游说，但是最终结果以今年来看还是一样啊，就是说在一中原则之下，台湾才可以来参与，或者是在表达意见或是参与的空间不知道会如何。但是就是说各国的看法如何，支持台湾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参与吗？或者说这是台湾怎么样来加入这个组织，他们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提醒大家就是说，美国跟日本呢，他们在
2002或是1998，他们其实都分别透过国会或内阁做了决议，就是支持台湾成为观察员。那欧洲议会也是支持台湾成为观察员。那欧盟就说行政部门这边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这个都非常的明确。所以在这一次当我们的邀请函上面被加注2758号决议或者是一中政策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他们也采取了动作，会对议会那边有不满。好，那大家也看到，就是很罕见的，在台湾像德国代表、英国代表、法国代表还有欧盟代表，在台湾这几个大使他们联合去看了即将上任的林作人部长，就是这是欧盟国家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彼此平常有一些 understanding， 然后他们在那个现场也会帮我们说话。其实欧盟国家每次中国打压我们，如果被诉诸表决的时候，他们通常是采取弃权，然后由当时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呢代表做一些发言的反应。好，所以其实这些国家就是说，我想其实能够让我们支撑说为这个事情坚持这样十几年，快20年，因为我们一开始发动这个事情是1997年，是就很年轻岁月的时候，20年，应该是应该，我觉得他所在一个东西就是他游离走遍天下，台湾应该成为一个会员。我们做观察人都已经非常的委屈了，那因为游离走遍天下，所以可以让我们把这条路走得这么。坦荡是坚持，谢谢，辛苦了哈。好，那么不管如何呢，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国际友人还是非常支持我们。不过比较现实面来看，就中国大陆的实力崛起也不容小觑。那么在这次邀请函当中可见一斑啊，所以两岸关系的特殊，在我们要成为世卫组织的一员，我想还是有蛮多艰辛的这个道路哦。那么今年新政府既然决定要参与在一中原则之下，当然政府是有他坚持的态度。那么在过去您所参与的时候，也刚才跟我们说明了都会遇到相当多中国大陆的打压，那您觉得我们新政府应该怎么样来面对中国大陆可能的打压？我相信新政府应该会有很多套剧本来应应。首先是其实在那边的发言场合哈，因为它有190几个会员国或观察员，所以其实你讲话的机会并不多。那唯一有大会拿到麦克风就是部长代表谈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坚持说部长应该在那个时候要讲说，我来自台湾，我来自中华民国，我不是台湾 common China， 我也不是，不要用 Chinese Taipei 给我改名字。好，而且呢台湾就是台湾。那2758号决议跟一中呢跟台湾是没有关系的。好，我觉得这个东西部长应该在那个场合要讲清楚，他要表现出他跟叶金川有什么不同。叶金川是马英九派的第一个卫生部长去那里，那他是小英政府派的第一个卫生部长去那里，他要表现出他跟叶金川有什么不同，他回来才会被人民所接受。好，这个东西我在很多公开场合都一直提过，你要有一些立场，你要表达，讲强烈一点叫做抗议。好，那事实上就是在外交上就是一种立场的表达。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可以想见，因为在那边会很多双边会议，所以包括跟美国的双边会议，跟日本或者跟欧盟代表，他们其实可能都会帮我们讲讲话，或在他们的谈话里头。因为美国的国务院给美国国会的报告常常提到，每年都提到是说联合国不能够片面的决定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归属。那就冲着台湾讲的。好，那这个东西在那边是很明确，如果说其他国家都这么明确的帮我们讲话，台湾你是不帮自己讲话，那个部长我看你就拜拜了。是我们希望能够坚定我们的立场就对了，不能够错失在国际场合发声的机会。好，最后要请教执行长的是哦，今年基金会还是会派员前往吗？哦，对啊，会过去。那今年打算怎么样再坚定表达我们的诉求？每年我们在那边都有发传单跟拉布条表达诉求这些动作，其他的就看现场的反应。我们也是蛮有经验的哈，我相信呢基金会呢还是会秉持一贯的精神，那么希望台湾能够有机会成为世卫组织成员。我们只是重返这个国际组织，当然我们知道两岸关系非常特殊哦，那么台湾外交处境也非常的艰难，但是总是呢努力来做一些付出跟贡献。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的执行长林世嘉。那么针对台湾在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还可以强化哪些作为，那么有更多贡献，非常感谢您的说明跟建议，非常谢谢执行长，谢谢您。嗨，不客气。